我赢了也不吃。 哭什么哭？饿了自己吃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嗯，这次我那个儿子，那个没送他的，他得得了，吃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乌兰姑娘，你看看你啊，这银元有多好啊，带养了一个孩子，就给你送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哈哈哈！将来你要是成家，还不得给你送个毡房啊？啊！是啊。哎呀，我谢谢大家啊。 我代表公社谢谢大家，乌兰姑娘干的是国家的事儿，带养的是国家的孩子，你们大家帮助乌兰，也就是帮助了国家。苏书记放心吧，我们都愿意帮助乌兰。<笑>我相信，乌兰呐，你带养小鱼啊，我放心了，好好带吧，这孩子将来呀，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。<笑>苏书记，放心。 若水啊，你要是对地理感兴趣啊，爸爸书架顶上面都是有关地理方面的书。啊，哦，好的，爸爸。来，吃早饭了。起不来就在炕上吃吧。我能下来吃，就在炕上吃。好。好，我刚才在操场遇到甘亮了。嗯。说是。 小钟的哈图家去当儿子了，慢点儿。
那可不容易啊！听若水说，小钟可是坚决不愿意被领养的。说是哈图的儿子带着小钟去打猎，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。哈图执意要领养小钟当儿子，苏书记没办法去做工作，没想到小钟居然同意了。他真的过去了吗？真的去了，苏书记亲自送去的。 干亮说：“小钟真懂事，成熟的像个大人。”那就是说，小钟同意做儿子，是为了抚平哈图丧子的悲痛。应该是这样。我以前还挺看不惯这孩子的，调皮捣蛋又不服人管，一天到晚闹着要回上海，也不愿意被领养。唉，这下安定了。 醒啦！醒啦，就赶紧起来吃饭啊！吃完饭呀，我们一起去看哥哥。来来来，哎，穿暖和点儿。哎，不用担心，昨天晚上啊，你睡着了，阿姨专门去看了哥哥的，他好着呢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阿姨想跟你商量一下。 以前呀，你在宝玉镇旁边全是汉族小朋友，所以你有一个名字叫卢小鱼，大家都知道。现在你来到我们大草原啦，身边全是蒙古族的小朋友，所以必须还要有一个蒙古族的名字。那个黄小仙现在的名字叫阿斯登花勒，是金花的意思。李跃进他现在已经有一个蒙古名字叫巴特，就是英雄的意思。 所以呀，阿姨想给你取一个名字，就叫通格勒格，是清澈的意思，喜欢吗？真乖，好，赶紧吃饭啊！吃完饭我们去接哥哥啊！哎，起来了，去做饭。 我老阿做饭，你也得做饭。不会呀，你得要学会骑马，学会摔跤，学会打猎，还要学会做饭。牛粪在外头。 用火呀！我爸爸不让我玩火。我现在是你的阿爸，我让你点火。
火柴，火柴，嗯，看好了，我只教你一次，嗯，干啥？打水去。 干啥？你就是这么当阿爸的呀？自己在这睡觉，让孩子在外面刨冰啊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让我儿子干活，管你什么事儿啊？他是国家的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国家的儿子吗？国家的儿子也得靠我养着呀。他来我家就得干活，宝老高就是这么干的，他是来顶替宝老高的，他就得这么干。他还是个孩子呢。宝老高，你是？ 能长大，和我的宝老高永远长不大了。阿杜他说，以后家里有什么活，你叫我，我帮你干行吗？我能干。 小周，阿姨帮你带了饭，先吃饭。妈，我去工厂有点事儿，你正好来了，把它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吃了饭再走吧，我带了你的饭了。这饭留到中午吃吧。晚上吃面。 统格勒格啊，都吃过了，你赶紧吃啊！哦，我们给妹妹取了个蒙古族名字，叫统格勒格，就是清澈的意思，喜欢吗？我们不要蒙古族名字。现在不是保育站了，你们要有一个蒙古族的名字。 周围的这些蒙古族小朋友才能跟你们交朋友啊，要不，咱们先这么叫着，行不行？你是怕有了蒙古族名字把上海忘了？我不会忘。那为什么不可以叫？你喜欢这个名字？ 好吧，你喜欢你就叫吧，叫通格勒格，通格勒格，快吃。哎，对了，你腿还疼吗，小钟？嗯，腿怎么样？早上起来就不疼了。来看看，哎，疼吗？不疼。你擦过药了？没擦。 我看看，这不是擦了吗？要不然怎么好的这么快？那，看看。
肯定是哈兔大叔趁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给你撒的。哎，哈兔大叔的草药可是我们这里最灵的，啊，看。你应该给孩子起个蒙古族的名字吧？算了，不用了吧。怎么能不用呢？他是不是你儿子？他不会答应啊，这孩子倔得很。不行。 必须得起，快说叫什么？哎，那就叫朝鲁吧。这是我以前给宝拉阿起的名字，汉语翻译过来就石头的意思。朝鲁，小钟姓鲁，名字上有个鲁字，哎，挺好。 手续办完了，这个草鲁啊，就正式是你的儿子了。哎，你可不能让他受委屈啊！别啰嗦了，你别嫌我啰嗦。他们是国家的孩子，你不但要把他培养成人，还要把他培养成像你一样的好马官。那就看程春天的意思吧。你少给我来这副嘴脸。 我告诉你啊，我把孩子交给你，我不是怕了你，我是把你当成草原的雄鹰，你要是让我失望，我一辈子让你抬不起头。活，毛病还不少，我知道。宝丽根死了，你很难过。 把这个拿好了，每个月凭他去领朝鲁的粮食。哎，这可是政府给朝鲁的啊！你要是敢拿他去换酒，你把我哈图当什么人了？我只是提醒你一句嘛。我告诉你，苏德拉，孩子的东西我一厘米都不会碰。好，就当我没说。哎，你这个狗脾气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你这。 你帮我看着一下啊！下线，走。拖拉机，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 你敢说不知道？我是不知道。你说不知道，哎，我教你不知道。你敢说不知道，我今天让你知道一下，知道不知道啊？你是知道不知道，知道不知道，知道不知道，知道不知道。你看我这给我糟蹋的，你竟敢说不知道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。你是知道不知道？ 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？
院子里也没有人呢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他放了一把火就跑了，我还正要找他呢。放火？他为什么要放火呀？你欺负他了？你别胡说！那他好端端的放什么火呀？我就问你，他是国家的孩子，你没有权利欺负他。你要是欺负他，我告诉苏书记去。你告去，你告他去啊！你去告他去啊！ 你还真欺负了小周了啊！他的蒙古名字叫丘陆。乌拉爷，小周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没有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点火准备做饭，不小心把簪子点着了。 就是一个破簪子嘛，烧了就烧了嘛。你怎么哭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他打你了？没有，我想我爸妈了。哭了一会儿，现在没事了。那乌拉姨，你快走吧，我妹妹她害怕一个人在这儿。没事。 阿姨让谭娜、额吉帮着看妹妹呢。哎，我帮你们收拾一下吧。啊，好。布米拉格，阿姨回来了。哎，姐。 阿姨回来了，哎姐，麻烦你了，你回去做饭吧啊！阿姐，好，他来喝了啊，白石的，没事，来。哎呀，蛤蟆贵，阿姨去看了啊，哥哥没事，不用担心啊。哥哥现在有一个好听的蒙古语名字叫，楚鲁，朝鲁。 朝鲁，对，朝鲁，在我们蒙古语里面，朝鲁是石头的意思，石头，哎，石头，对，石头，真好，哥哥叫朝鲁，妹妹叫通格勒格。 北京好不好玩啊？额吉不喜欢，他说人太多，头晕。那你喜不喜欢呀？最好呢是你们两个一起出差，一起带我去。哎呀，阿娃可没那个时间呀、啊，你额吉是个外贸的，经常出差。
你跟他一起出去玩呢，可以多长见识，明白吗？我知道，这样我就比小钟他们多一点见识了。哎呀，说到小钟啊，他也找到新的阿爸了，他还有一个蒙古族的名字了，叫朝龙。他阿爸是谁啊？ 放马去了，你自己做饭，大米放这里。国家给你定量，我一粒米都不会沾，你自己管着。我不喜欢吃大米，能换成面吗？红薯也行。你们上海来的，不是特别喜欢吃大米吗？我不喜欢。那好吧，我给你换成面和红薯。 远远的就听见你在这里唱歌，唱得真好听。你的衣服老是这么干净。我本来是想穿蒙古袍来的，后来满多拉老师建议说见你最好还是穿汉族。为什么？因为满多拉老师当年就是。 被谢老师一身中山服给吸引住。
我今天来，是想把上次没来得及说的话，跟你说出来。乌兰，你是我见过的草原上最好的姑娘，我想娶你。我知道，乌兰齐齐格是红花的意思。为了我心目中的红花，我愿意永远扎根在草原上。 干亮，不是，你说我是草原上最好的姑娘，我不是，因为你还没有见过更好的姑娘，我就是个孤儿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保育站的保育员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文化，你是从首都来的，你受过高等教育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苏书记跟我说。 他说我们草原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让我把你留下来。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。其实我觉得，只要你的心想扎根在我们的草原，有没有我都不重要，是吧？但是有了你，我会更愿意留下来。 乌兰，在我心目中，你就是最好最好的姑娘，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善良、正直、勇敢。苏书记说要送你去学习，到时候我会好好帮助你的。你说你是孤儿，那就更需要人呵护和关爱。我会像你呵护这些孩子那样。 呵护你，呵护你一辈子。妹妹，哥现在叫朝鲁了。嗯，这就是我，朝鲁。我开始宰粮食了。 每天攒一个红薯，等红薯攒够了，哥就带你回上海。我问过了，起码走3天就能到有火车的地方，一天吃5个红薯，有15个就够了。我要学会骑马，到时候我骑马带着你走。 哈特大叔，哎，听说你给国家孩子当阿爸了？啊，运气可真好。是拿我的巴拉糕换的。哎，巴拉糕是好孩子，可惜长生天也喜欢他。这孩子也不错，就是倔了点儿。比你还倔吗？啊？<笑>哎，买点什么？这是大米，换点面粉和红薯。哎，阿罗，多给换点啊。 大米，可这稀罕货。嗯，哎，怎么了？不换，没人跟你换。前阵子有人说你坏话，我还替你说话呢，没想到你真是这样的人。我什么人？别人说我什么了？说你偷了国家孩子的糖，被保育站开除了。胡说八道，都是那个姓苏的那个混蛋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国家孩子的大米吧？ 你跑过来换东西，那算什么？你说这算什么？这算违反规定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嫌丢人。丢人？
那我怎么丢人了？你说我丢什么人了？我丢你！我怎么是囊肿了啊？左大哥，是这么回事啊？我们家那小子呀，非要吃白面和红薯，我就拿他的大米去换去了，他就骂我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去问问那小子。南方来的孩子爱吃大米，乌兰府主席亲自批示，齐里呢得调拨过来的，这个事儿我会调查清楚的。啊，还有，我没偷过国家孩子糖，我就从垃圾桶里捡了几张糖纸。我离开保育站，那就是因为你说的嘛，不让我给咱们公社添麻烦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跟这个蠢蛋说清楚。你才蠢蛋呢！哎，你。是你说为了上级检查才让我回的家，哎，我告你，左大哥，今天你必须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。你要是说不清楚，我跟你没完。大鲁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得跟你说清楚。哈图啊，确实没有拿保育院的糖，他只是捡了几张糖纸，给保了一根玩儿。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不当这个保育院的炊事员也是我安排的。可是他们这船，这个事呢，责任在我，我没有跟大家及时的解释清楚，我要向哈图道歉，啊，大鲁啊，这个事儿你也跟大伙解释解释，帮我解释解释好吗？哎，哈图是草原上的英雄，不能让他这样受委屈，是吧？哎，我知道，我哈图哥，我这就给你换大米。哎，拿着，把脸洗干净了，把这个抹上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你说你啊，这个事儿你跟他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还要动手打他呀？还到我这来对公堂，你说不来，你能把我开除的事说清楚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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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，怎么样，超鲁好歹吗？哎，这对兄妹啊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我去上海的前一天，他爸爸就因公殉职了，从那个高炉上。他妈妈死得早，是他爸爸一手把这兄妹俩带大的，所以呢，他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嘛。他妹妹受了刺激，不能说话。朝鲁是淘气，但他毕竟是个孩子啊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了亲人，包括保利根，他心里啊难以承受。所以呢，你就应该多替孩子想一想嘛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哎，回家了。乌拉阿姨，嗯，那我先回去给哈多大叔做饭去了。好，哎，小心点啊，不要再着火了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妹妹，叶阿姨话，进去歇会儿吧，这边。走，进屋喝奶茶。好。奶茶喝得惯吗？喝得惯，特别喝得惯，真的挺好喝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乌兰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草原上的一切了。每次来你这儿，路过那些山岗、河流、草地，我都觉得特别的亲切。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就是感觉一工作特别有劲儿。你再听我说吧。我在听。我就是想啊，你要是穿上我们蒙古袍子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啊，
原来不是所有的蒙古姑娘都像满多拉老师那样喜欢中山服啊。好啊，下次见面的时候我穿蒙古袍给你看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时候去齐里学习啊？哦，现在不是身边有孩子吗？我都有点离不开通格勒格了，从上海回来一直是我在照顾他。但是有感情也不能耽误学习啊，总不能一直这样吧。等他的父母领养他之前可能就一直是这样了，他不习惯别人照顾他，而且别人照顾他我也不放心。你啊就是这么善良。